我上，我要参加，我要报名，就是一股气，就觉得要为哥哥们争气拿分啊。X-Man 以前以为是个加分，但现在看跟哥哥们能否留下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。欢迎来到 X-Man 征召报名现场，请到火焰杯处查看 X-Man 表演秀样片，请留步，请在相应的报名卡上签名，投入火焰杯。报名都没有写好，都写错了，写在了歌词卡上面，就往里面丢。反正就是演唱组，想都不想。恭喜报名成功！我连那个歌是谁唱的都不知道。这个后来是华晨宇和这个杨宗纬的歌。对，我觉得我们的优势呢，第一个，我觉得唱演其实是有很大的优势，因为它从唱和演来说，它是一个双重的一种给大家的一个冲击感。是。然后第二呢，我觉得这次加到我们这边的弟弟小九来到了哥哥队里面，然后他是非常非常的努力，他有一个重头戏，大家都知道他会落水，就是他的这种那种感觉，一定会有非常的。非常非常的震撼，你 OK 吗？如果他手就定了吧。Of course, 对啊。好，那么手类部落就是由王真亮部落的龙进行手类。加油！我要为哥哥们争气拿分啊！X-Man 以前以为是个争光添彩的，就加一点分数的，但是炙热弟弟总火力值是4169，滚烫哥哥是4166，差三票。一公，说实话，我的外其实是输掉那十几分，其实是有点可惜的，因为如果拿到那个分数，有可能有一些结局不一样的改变嘛，就是至少哥哥们就会安全。对，小亮哥肯定是要拿分的，没话讲，一定是高音先丢人，不会说。亮哥，是这样的，我现在上面在，就是一遍都还没过完过我们那个整个那个唱演，所以上次来，但是我下来主要是给老师定调。其实我觉得哥哥们，因为你们现在是比较累，而且也休息不好，肯定会疲劳。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，就是我觉得降一点，上舞台比较稳。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别人听的就觉得两个实力唱将的哥哥原来还是要降半个 key 啊，还是怎么就让，肯定会这种对比的。我觉得就是今天我小考听他们说已经有一点感觉唱不上去的感觉，是吧？唱不上去是我那个地方我就用混嗓就行了。其实我就背离的我，我就回忆里。因为这次的这个 X-Man 的歌很难唱，但是我觉得是这个，就是越难的话，可能你对一个歌手的执念越强。这样方法还能唱再高，明白？但是它还是在一个原调的一个保险的。完了，我跟他呛到什么东西？呛着了。我也是。其实我是觉得保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演唱的一个状态。因为降半调也没有舒服。或者降一个大二呢？他会很不舒服，不是降大二，整个前面，他前面就整个前面三分钟的主歌副歌就变了首歌了。我们的建议就是不降，一个人唱 A， 一个人 B， 然后这一句，爱有多快乐，这你唱，然后我唱这一句，然后我们两个人唱这个是吗？然后这个就已经进了吗？对，最后一句要不要和声？不用了吗？就正常就好，一起，就是比较温暖的那种，让我卡个脸，朋友多。深刻 ，OK 吗？这就好了啊！这就好了。对啊，八只眼，八只眼呢还不分好？八只眼组合真是。很开心有这一次合作，可以一起去完成一个舞台。那这个歌遇到了什么困难吗？没遇到什么困难吧。深刻。两位演唱的哥哥我觉得基本上差不多。哎呀，终于能够跟夏夏唱歌了。亮哥，我们没有唱过的。对，你看看，最近还录过一版时间都去哪儿。那我要录个那些年。不行就知否也可以。
鬼话与乞丐，我的角色其实就是黄潇，我们俩是一体的。我呢是通过歌声饰演乞丐，黄潇呢是通过舞蹈海乔，夏夏呢反过来饰演国王。快啊，我们俩是一体的。我就觉得好爽啊，这舞台个个都是好强的，在一起这种山顶相见的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好。哇，真的是这种感觉。我也不敢，我也不敢接。哎，看看见没有，哇哇塞，真的左右分不清啊，要不是他比我高那么多，真的不知道谁是谁，真的。你看这么看，我的下巴根本就没有下巴。你有，你是低头了，我是使劲撑，你没发现吗？我下巴巨短，我下巴也不长。这个他们两个不是锦龙模仿的两个人吗？我们先来试一下音。好的，导演。失去你的我比乞丐落魄痛多么深刻。两位演唱的哥哥我觉得基本上差不多。好的，哥哥们，我们马上来一遍 X Part 之前，然后你们俩就不用唱了，保护嗓子，你们就看后面跳什么，找一下感觉。啊，我看着没有什么问题。哇，看着好感动。我烧起来了。哎，熄了。果然到我这拉垮了。我灭。我什么都没做，只要你烧起来了，我不烧了。这样的情况，我们的道具终结者王铮亮先生再一次终结了这次的火炬传递。再一次喊出你的口号。我又烧起来了。别灭，有了。耶、yeah. ！点亮夜空的火焰。传得好。哇，四位队长将同时拉动代表胜利的气球鞭炮，撒出金片的部落就是今天本场的 top one 部落。克勤哥和亮哥他们两个其中的。做好准备，三二一，请揭晓。太棒了！王铮亮部落以881的火力值获得集团最高火力值投送，成为本场获胜集团。Top One部落，恭喜！881啊！牛牛牛！按照惯例 ，Top One部落领取属于你们的戒指，属于你们的战袍。愿望实现。三星也准备了一份神秘惊喜。恭喜王铮亮部落优先获得三星首款智能戒指，无感佩戴，随时随地监测健康状况，轻捏两下就可以直接手势拍照，轻松拿捏。就请各位领取属于你们的惊喜，共同体验我们三星带来的神奇黑科技。谢谢三星，马上戴上。哦，太帅了吧！我感觉你们上次赢了都是输了。对对呀、啊，哎，来了。So happy.
这次不管怎么说，我们的先有个好结果，大家都留下，一次比一次更好。大家在讲的团魂是什么？这件事情在我们这一家四口，这次我终于懂的是什么。谢谢小亮哥，这礼物太好了。下面让我们有请王铮亮哥哥。哇，耶！十年前的我，啊，怎么变年轻了？哇哇，这来了，这来了，这个戏精，戏精，啊，他角度、发型，你看，哇，像哦，还有耳返，哇，还有舞蹈，因为那年有小彩旗，小彩旗啊！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下面有请王铮亮为我们带来《时间都去哪儿了》。你妈给我什么意思？是要什么意思？还要给个导弹是吧？亮哥，来亮哥。其实我特别想给锦龙起到了这种反转的那种感觉。对对对，我觉得他真的复刻我们两个人，而且是创意很好的嗓子。现在就是跟着哥哥弟弟们在一起的话，就会心一直年轻，所以人也会努力的年轻下去，好吧？披荆斩棘，永远年轻。好，王铮亮，王铮亮，王铮亮。我这次是对锦龙也是刮目相看，特别是那个模仿大赛，就是这些弟弟们都有自己的想法。的酒醉啊！你看，哎呦哎，哥，拉你起来、哦。第二个，金龙，来啊、哦！天哪，原来是你在叫啊！三点多的时候，我们宿舍宿舍附近有公鸡在叫，就是你。这导演让我叫的，但是大家得起床换装了。超像，超像，超像。这公鸡不算，母鸡像。哇，这个声音，还有那个破碎的最后笼子，哇，有点那个半音出来，好像啊。我的结束了。啊，结束了。伦哥的那个跳舞真的很有意思，很传统，跳了那个东北的那个动作。我本来是个开玩笑，没想到是一个东北传统的一些事情，所以我觉得啊，好有意思。好，好，好 ，OK， 好。收尾，最后一个收。哎呀呀呀！哎呀呀呀！哎呀，吓死我！哎呀，吓死我！为啥放这首歌？哎呀！我一放出这首歌，我就想。可是我现在依然不太会转弯，虽然孤单的人偶尔也想有个伴。我发片子。可是。哎呀！是你先的一句。不给你任何表演机会。
整个视频就占用了五分多钟啊，太精彩了。哎，我们声乐是，我们声乐是在这个房间上吗？不不不不，声乐课在哪个房间？我走出房间了。七号在楼上啊。我走出房间了。哎、你海哥被吓骗了，我以为是这个房间。